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回来木萃频道。Nano Poiso 的周边商品啊，实在是非常的多元化哈、哦。那么上部影片呢，我跟各位分享了 Nano Poiso 的本体，还有加大水仓的部分。那么这部影片呢，我就接着来分享 Nano Poiso 延伸而出的胶囊套件喽。Nano Poiso 出的胶囊套件、啊、总共有两大系统，那一个是 NS 套件，另外一个是 DG 套件。那我先来拆这个 NS 套件哈。那这两个套件呢、啊，其实我已经有先拆开来用过了哈，我就让各位看一下包装而已。这个是 NS 套件。那这个 NS 套件呢、啊，它适用的胶囊是 Nano Poiso 里面的 Original 系列胶囊。那这类的胶囊啊，它们的包装啊，都是以这一种长条包装为主。那里面它的胶囊啊，是像这一种小胶囊。那这个胶囊啊，它的材质啊，都是铝的材质。那雀巢本身啊，他们都有回收站可以去回收这个胶囊，环保性也算是相当的好哦。那基本上呢，像这一种胶囊的风味啊，他们都是属于浓缩咖啡或者是黑咖啡为主的导向哦，所以平常我们喝咖啡喜欢喝像那一种比较浓的意式咖啡或者是美式咖啡的朋友啊，就可以去选择这种 Original 系列胶囊哦。那如果说你是选择这种胶囊的话、啊、那就必须要去添加这个 NS 套件才可以制作哦。这个 DG 套件，那这个底座啊很方便哦，就是我们压完之后啊，可以这样子放着，算是一个相当方便的小配件啦、啊、哈、哦。那这个 DG 套件呢、啊，它适用的胶囊是多趣库斯的胶囊。那这种胶囊啊，它们的包装都是以这种方盒为主，它们的胶囊比较大颗，也是俗称大胶囊啦、啊。哦、那里面胶囊啊，它都会帮你配好，就是一个是牛奶，一个是咖啡，那两种呢就可以去制作混合，就是一杯特调咖啡。那像这种多趣库斯的胶囊啊，哈，他们一般都是会以特调咖啡，或者是奶咖为主。哦，那所以平常我们喝咖啡啊，如果是你本身喝咖啡就是习惯加奶，或者是不喜欢纯喝黑咖啡的朋友啊，就可以去选择这种多趣库斯的胶囊，哈。那如果说你是选择这种胶囊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去额外添加这个 DG 套件才可以去制作这一种多趣库斯的胶囊。我说的这两个胶囊套件啊，都必须还要在一个 Nano Poiso 的本体，然后加上这一个额外衍生的套件，两个合在一起才可以去制作一个胶囊咖啡哦。好，那套件的话呢，我就简单介绍到这边，我就实际来操作一次。那我先来操作这个 NS 套件哈、哦，那这个换的方式啊也是相当的简单哦。一开始我们就先把本体的下面的这个把它拿起来哈、哦，包括粉盒的部分，然后换上这个 NS 套件。好，直接锁上去。那这个哈、啊、要放胶囊也是相当的方便哈、哦。我们把这个机头转开，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胶囊放进去了哈、哦，朝下，然后机头锁上去，锁紧。那像因为像这一种一般都是以浓缩咖啡为主嘛，那所以呢，我是习惯制作大约40ml的浓缩咖啡，所以我会添加50ml 的水量。像我现在喝的这一支啊，就是环游世界咖啡系列里面的伊斯坦堡浓缩咖啡，那它的强度是8，
哦，所谓的八，以他们的定义来讲，八就大概算是我们的中胚到中生胚左右啦，口感醇厚、丝滑且层次丰富。那我这样喝呢，我觉得它就是烘焙风味哦，然后比较多的焦苦味，整体的口感呢、啊、是还蛮偏厚重的厚实感。这一支来讲，我觉得如果它再加上牛奶，应该就是一杯还不错的拿铁哦，因为它的强度是还蛮足够的。那我现在改换这个 DG 套件哦，第一个是一样，我们把那个机头拆开，装上去。他们用的这个水仓会必须要换成大的哦，所以我就把这个小的拿掉，就换成这个大的加大水仓。这个就是多趣库斯的组合。我来做一下草莓风味拿铁好了啦，因为在网络上评价还说还蛮不错的哦，风味还蛮棒的哦。牛奶胶囊跟一个咖啡胶囊，一般的制作方式就是先压牛奶，再压咖啡。牛奶的部分呢、啊，就是要压到170ml，然后咖啡是30ml。这个 DG 套件啊，这个水仓啊，它最多就只能加到140ml的水。我们要怎么办？因为它这个牛奶要170ml嘛，可是这只有140ml，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来想办法。那我们就先把牛奶放进去，锁上去。那你会听到有一个嘣一声。它就是已经把针插进去那个胶囊里面了哈。现在是牛奶要添加170ml嘛，所以我这只有140ml，没关系，我再用这一个。好，草莓的味道还蛮明显的哈，像我这样子压，我就觉得它有点像那一种蜜豆奶的那一种。草莓蜜豆奶的那个味道哦，好，两个用完刚好170ml。那我们现在再来加30ml 的咖啡液，真的如他所说啦，就是一杯草莓拿铁啦，就是喝起来有浓浓的草莓味，然后又有咖啡味，那加在一起味道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咖啡我觉得有稍微苦了一点点，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啦。那么这两大系统呢，如果让我选择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多趣库斯这个胶囊啦，这系列的胶囊啊，都是属于特调。那我平常就比较少在喝特调，所以它让我感觉还蛮新奇的那一种感觉哦。那制作起来我也觉得还蛮方便的哦，就可以轻松的拥有一杯特调咖啡。Original 胶囊呢，因为它本身就是比较制作于浓缩咖啡，那我平常就比较少在喝浓缩了，所以制作出来的咖啡呢，我一定会想要再加牛奶哦，所以就会显得比较麻烦一些啦，因为你还要额外准备牛奶。总而言之呢 ，NanoPresso 出的这两大系统呢，我个人都还觉得蛮新奇的。如果各位也觉得好玩的话呢，这两个套件其实都可以买，因为这两个套件其实不贵哦。如果是以机子来讲的话啦，因为机子一台就好几千块嘛，这两个套件说真的，以这样换算下来，我觉得真的还蛮划算的啦哈。真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看看。那么这里是木翠频道，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